开始好像是在淡水的社群的脸书上面的社群看到，就是有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哎，觉得蛮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似乎我们家也可以来试试看。我觉得如果说有其他家庭想要来当寄宿家庭，我会告诉他们，就是我们不需要太紧张，你就想就是我们就是接待一个客人，但是这个客人他不是来只是来做客，他也来体验我们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慢慢找到这个平衡呢，比较不会那么累，对，然后也会慢慢享受在里面。就像我们原本也会担心说会不会他们语言上或是比如说习惯上跟我们很没办法融入，可是其实大部分过来我们真的接触之后发现，其实他们都是已经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了，所以他们其实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品性上啊，或者说他们其实一些行为上，我觉得都不用像我们过度担心。后面发现，跟他们好好的互动，或照平常的方式进行，有时候他们也会很贴心的一些回馈的时候，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很感动。